身形健美的林可彤，今天要来当两栖娇娃，从陆上到水里，亲身示范现在纽约等时尚城市最夯的 ballet。它其实结合了皮拉提斯跟芭蕾的一个运动，那所以它用了很多芭蕾的动作，所以你会让女生的腿部的线条就是练得非常的结实，还有手臂的线条就很像一个芭蕾舞者。那皮拉提斯跟瑜伽有一点不一样的是，它更着重于训练细小的肌肉。脚背呢打直，然后踮脚尖，然后这样抬起来收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比平常更难一点点。这个时候你把双手往上伸，然后把你的右脚抬起来，左脚起来，然后记得放下来的时候只有点地，然后我们做两个动作连在一起。做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加入旋转、旋转、旋转，先站直，然后将你的双脚打开45度。那记得呢，你的大腿内侧要用力的夹紧，这个在你蹲下的时候可以训练到你大腿内侧的肌肉，往下蹲，用力拉起来。左脚到你的右脚的后方，然后往下蹲，让你的左手点地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到你的腹外侧都紧实的感觉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加你 begging。首先呢，将我们的双脚打开，是两个肩膀宽，然后呢，将你的脚尖向外45度，现你的膝盖对准你的第二个脚尖。后往下蹲，感觉到大腿内侧还有整个臀部用力，还有让你的身体向右转，抬起你的左脚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大腿后侧到外侧，还有你的侧腰都会有用力到，可以雕塑到这块马鞍臀的部分的肌肉。1 2 3 4 5 6 7 8